你没有去看《鬼灭之刃》吗？你要骂，你有听我讲话吗？我现在朋友很多都被《鬼灭》的粉丝讨伐哎。我的朋友也是做 YouTube 的，他 po 一张照片在限动，他 po 那个电影的海报啊，被两个《鬼灭》粉丝去密他，王八蛋爆什么雷？漂亮吗？你们老师长得很像蝴蝶人吗？你们是变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理化老师也可以干的，要不要看看看？不要推荐我了啦，靠！你们有病是不是啊？跟你女朋友去看《鬼灭之刃》啊？你们没看？我有去看嘞、欸，可是我没哭哎、欸。很多人都很酷，因为很多人都说神作，我去看一下、啊，是神柱吗？哇，是神作吗？什么神柱？有很多柱啊，有秀柱啊，党，国民党之呼吸，维基百科被改，我快笑死。他的专长是什么？政治，然后还挂号前任的鬼杀队，秀智呼吸使用者。维基百科给他乱改一堆有的没的，有照片就是就很多柱嘛，什么岩柱啊，一堆柱哦。然后右下角这边是秀柱，然后就他的照片在那边。这里面有遮牌，魔法射术的，今天要变一个玩透视眼的魔术。不要，随便挑一张，自己看。然后压在胸口，压住这样，压住这里，不要让大家看到。自己看，不要给我看。耶、你家好恐怖哦！我看到了，透视一下，黑桃 Q。爱心吧，我再看仔细一点。干你好变态哦！我看仔细一点。好变态！你这是给观众不会。我看到黑桃一，你看。哇！好。我觉得男生看不仔细，女生。